暖气打开吧，太冷了。开了呀，车还没热呢。哎呦，应该提前进来热热车。这是怎么了？他爸掉沟头了呀，那个车。啊，哦，你看这个地面都是冰，滑滑的。哎，那个是掉下去的大车，小车？大车。这个啥车全在这堵着呢。拖不动，那个、小车拖大车能拖动吗？哎呦打滑了，打滑了，下去了啊。哎呦你慢点，这地面太滑了，全是冰，看不拖还好一点，越拖越近，越拖掉的越深。哦，是这么一个车掉下去了，看这必须要大车拖，小车拖不出来。你看这地面全是冰，他爸你慢点开啊。你说把钥匙拿上干啥呢？咋不信我了？你拿钥匙每次都是，我拿什么钥匙呀？每次都是你拿钥匙呀？催完催的，你看着急啥了吗？你说现在要催完催了，改的。你跟我说你钥匙掉哪了？在我妈那儿了呀，没拿呀，忘了拿了呀，这怎么整呀？你唯一就带了个包，你都忘拿了。哎呀，你手机忘拿了没有？手机拿了呀。你看你走的时候你就不想一想吗？你的手机包。催呢，宝宝。哦，还怪我了现在？你干啥去？出去拿钥匙啊！你干啥？那我们娘俩怎么办？你们两个到那个到饭馆待着去吧，要不等着，要不然一块回去再回去呢。哎呀，我的意思就是叫个开锁公司来。叫什么开锁？叫开锁是100多块钱开锁。你开锁开完了锁，那个钥匙还不在手头呀？还在我们家呢，还在回去拿去。不是你回妈那儿，现在你深更半夜你回妈那儿来回一个多小时，哪来两个小时？一个多小时，半个小时去一趟，你来回就得一40分钟就完了吗？你这要不你跟米果到那个前面饭馆，不是饭馆？哎，开锁公司10分钟就给你开开了。你10分钟你得100多块钱，你这大冬天的让我们娘俩这往哪跑？去前面那饭馆那呀，饭馆那待会儿去啊，你们两个等好一会儿去。哎呀，我真是服你了，这抠男简直是，家里花那100多块钱冤枉钱干啥呢？哎，你让到那饭馆等着去。你真是气死人！你知道吗？我刚好饿了。啊，你刚好饿了？嗯，走吧。那妈妈带你去找个饭馆吧，哦。好。嗯，好吧，你走吧。嗯。这有个牛肉面饭馆，我们坐这等一会儿。嗯。瞌睡了。等一会儿啊，你说这人吧，他自己把钥匙给落了掉了，他还跟我在那儿吼来吼去，真是太过分了。你说我跟他吵起来也没必要是吧？啊，现在他拿钥匙去了，非得去再回去一趟拿钥匙，离我们家这边大概有个20多分钟的路程呢，路上还滑，这来回就得40分钟，犟得很，跟个犟驴一样。等着吧，晚上饭还没有吃，我们吃个臊子面吧。好吧。哦，谢谢啊。嗯，一会儿把衣服脱掉吧。趁等孩子他爸的时候，我们娘俩在这吃一点臊子面。妈，啊，你把这个干吃了，然后你把这个给我留着啊。哦，赶快吃吧，你也饿了是吧？哎，真是有家回不了，你爸真是，哎呀，愁死他了。我们俩要了4串，烤肉也吃完了。哎，把这吃的稀里哈啦的。拿上了吗？早就吃了。饿了呀，你把我们娘俩弄，吃过吗？你把我们娘俩弄到这个地方，不是有家也回不成，那我们俩不吃俩？不吃呢？啊？这叫不提醒我了？看把这个小的饿的，我们俩吃了4串烤肉，2个面都吃完了。吃好呀？受了委屈了还不能吃？这个、还不能吃好一点？啊，我这开锁牵手哈，你不要吃掉了哟。
这才有多少钱？烤肉多少钱？3块钱一串。好好吃。你吃呢？我想吃烤肉。吃什么吃你？那走吧。哎呦，这一回来以后把我累的呀，大家都不知道今天这一天给我累的，我看来我的身体真是不行了，气血虚得很。刚才出去跟小米果吃了点饭，饥寒交迫呀，一步三折呀，又饿又冷。我夸张吃了吗？夸张什么了我？哦，你这还怪我呢？那不是呀，我怎么不怪你？你自己拿的包。哎，这人可笑啊。我还没怎么说他啊，他先猪八戒倒打一耙了，他先上来了，他怪我没给他，没提醒他，怪我催他了。你说这人讲不讲道理？你自己的包，你自己的东西，你不走的时候你不带好，是不是？要让我给他操心？就是你催了啊。最后也差不多事儿都搞完了，快走了。我就想着那就赶快走吧，我就不想在那儿上厕所了。妈的，那个厕所不是旱厕吗？就是冻屁股呀。有屁股吗？冻屁股。你差不多点儿啊你。我把你来劲儿越说越过分了。行了啊，吃也吃了。实际上开多少钱？你说这顿饭得又吃没了。哎，那一碗臊子面才12块钱。那是烤肉吗？烤肉3块钱一串。不是，你要省钱也行，你看什么时候，对吧？大冬天的，哎，那么冷，外面深更半夜冰天雪地的，你让我们娘俩就把我们娘俩放那儿，自己就走了。我跟你说了，到饭馆门口饭馆待着呀。你这是要钱不要命，我看你。开锁啊，叫开锁公司，咋想的叫开锁公司？我就打脑子想的。脑子行，你脑子行，也就我脾气好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俩在一块儿，你就是杨白劳，我就是那喜儿。什么杨白劳喜儿？不认识，别跟我说。看着我这两天琢磨琢磨，咋了吧？你治一下。你能得和你看治？你以为我白长这个脑大脑门了？你那个就是摆设，你以为你还真聪明？我有没有优点？有。我什么优点？我倒想知道，我在你眼里面到底什么优点？脑门大。你不是说大脑门没脑子吗？怎么又成优点了？你大脑门装全是不是好？啥都没装，就装这么好。哎呦，你真是人才！大脑门不是好。